后面还有放屁的声音，不不不不不。等一下，阿嬷拿来给你喝。喝什么喝？喝什么，爸爸？不知道啊，看看阿嬷在用什么呀、啊。我也分你一口。给你吃，我刚刚有吃一个蛋糕了。结果你一没有要吃蛋糕。哇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哇，真是的，这不管是什么物件、哦，看起来就很诡异的颜色。紧的啦，紧拎啦，迄干那迄青的，青的迄个你摕的是什么？照相机啊，老爷。无聊。迄个雪莲，雪莲，嗯，肚子很饿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再吃一块面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用吃蛋糕了。你哪里什么时候吃蛋糕？什么时候吃的？吃到我肚子里。你看爸爸的肚子那么大，装在他肚子里面了啦。你要吃像爸爸这样。等一下再吃一个面包好不好？晚上就不用吃饭。恁爸唔知呐，透早，哦，伊讲，伊若徛到那阿嬷咧，互我压力足大个。我着啊讲，徛到食食叫安尼，我啊着足气个，讲即马伊拢要去食外口，唔食我煮个。我下头陪伊食。讲即马毋食我煮的，要外口食就好，叫我毋免煮。要去，啊透早你看，买伊嘛毋食，伊嘛搞家泡袂去，食食的。爸爸。起来。那个是闪电鸟哎。啊，你要不要喝一杯牛奶？你他不喝牛奶。还是咖啡。也不喝咖啡。够经济的是的。啊，无泡茶叶给你喝。你不喝茶叶。啊，不然这里，你鱼仔饼要吃无？唔免啦，伊食这就食饱啊。安尼就饱。嘿啊。妈，小姐。吃完了吗？阿嬤拿去洗。来，那个给他拿起来吃完，阿嬤要拿回去洗。吃完，阿嬤拿去洗哈。啊，那你等一下要去洗手了。啊、哦。洗手洗完阿嬤早上拖地后，我洗拖卡。在玩玩具啊。洗铅拖啊，拢嘛洗。嗯。啊，洗白手，我若要出去，拢嘛洗洗。阿嬤要拿那个小熊饼干去呢，在办公室。回去要拿去吃哦。很好吃、哦、这样子就不会肚子饿了。太好吃了。我看这个是日下的。